小沢君、スパイは一体誰だ？小泽君找着了。钱副队长到，你先说什么情况？是，昨天晚上我带着侦缉队的兄弟在城里巡逻，突然间听到枪声，我就赶紧赶到事发地。到了那儿呢，就发现了三个疑犯，还有几个侦缉队兄弟的尸体，以及一辆空置的救护车，地上有一条厢车轮的车轮印，我们就赶紧顺着车轮印往城外追。可没成想呢，车没追到，就发现在山坡上有几个可疑的人影，我们就悄悄地摸上去了，结果没想到是田队长带着火娃在那鬼鬼祟祟地观战。我心想，这大半夜的跑那儿干嘛去啊？这肯定其中有鬼啊，我就把他们给带回来了。田队长到，我想听听你的解释。在解释之前，能够先给两位长官看样东西？当然。从哪得来的？那天我跟唐县长遇险之后，属下不死心，带着火娃又到被袭击的地点探查，这才发现这么重要的线索。很明显，是小泽先生被劫之后扔下的，希望皇军能够找到他。这确实是小泽先生的见证。然后呢？
我们紧急赶往运尸间，但是没想到运尸间并没有小泽先生，几名疑犯正在往厢车上运。我们怀疑疑犯很有可能用运尸车押送小泽先生，于是我们就上了救护车跟着厢车，但是在途中几名疑犯发现了我们，开枪逼我们下车，还要对我们动手。在危急时刻遇到了几名侦缉队员，双方展开了枪战，疑犯死了两人，慌忙上车而逃。我跟火娃因为救护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不得已只好弃车玩命追赶。出城没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接连的枪声。就在我们爬上山坡准备探查情况的时候，让钱队长给逮到了。对，队长说的没错，我可以作证。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告给我和和田少佐？即使你跟前副队长说一声也行啊，为什么要单独行动？我打电话通知过两位少佐，无人接听。你们出了城，我因为在养伤期间手上没人，人马都在钱队长那里，但是他在城里巡逻，我一时之间摸不到他的人影，又担心去晚了小泽先生会有事，所以才单独行动。好，那我要先查查县政府的通话记录。喂，你好，我是夏川少佐，把昨天的电话记录给我拿过来。好的，我这就拿过去。报告，进来。少佐，确实给我打过电话，时间也对。少佐，我，哎，钱一飞，你不干正事儿，总是针对田队长干嘛？对不起，少佐，我没有想。故意针对田队长，我只是觉得整个这件事情的疑点太多了。好了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两位队长辛苦了，下去吧。是是。田七拿电话记录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咱们没打过电话，怎么会有记录呢？真是邪门了。有人在暗中帮我，会是谁呢？田七。来坐。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暂时还没有什么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你们现在一直在调查田小满，你对他怎么看？目前看来，
前段时间我们对田小满的怀疑有可能是错误的。田小满出城营救小泽，这是有电话记录为证的。好的，我这就拿过去。田队长昨天晚上给夏川少佐打了电话，你给我查查具体的时间。好的。唐县长，昨晚田队长没来过电话呀？没有。对啊，没有。怎么可能没有呢？昨天晚上是不是你爱人小马值班？对啊。他怎么不做记录呢？他这个工作是不是不想要了？唐副县长，您别生气，我爱人一时疏忽，还请您谅解，今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赶紧记上吧。时间是昨晚8点到9点之间。记着啊，下不为例。好的。虽然还不能下结论，可起码咱们能增加对他的信任。嗯，那就好。小泽牺牲以前曾经说过，侦缉队和县政府还有很多的奸细。可遗憾的是，他没能说出奸细是谁。我要对侦缉队还有县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展开全面搜查。不过，咱们还是先看看小泽的验尸情况吧。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到那个凶手。没错。6.5毫米口径子弹，适用于38或97式步枪。不过我敢断定，是97式狙击步枪。为什么？从狙击地点到小泽的位置，我目测过，差不多有250米左右。那天天很黑，又有树丛，子弹一枪命中小泽的心脏。一般的步枪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精准度。所以，肯定是97式狙击步枪。从弹壳的编号看，是我们内部分发的6.5毫米口径弹，也就是说，狙击手是我们内部的人。这也应了小泽那句话。97式狙击步枪在于田镇，一共有3把，一把在狙击手藤井的身上，他每天都背着枪，形影不离，不可能背倒。而另外一把，被我锁在办公室里，所以也可以排除。为什么那么肯定？和田少佐难道不相信我？最后一把放在了侦缉队武器库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批准了才能够使用。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侦缉队这边。嗯，
咱们要从这把枪查起。唐副县长，这个任务交给你来办。两位少佐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唐天琪的推断虽有偏差，但会一步步接近真相。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想办法摆脱干系。哎，我就笑了，还敢挡我道，红崩啊你！县长，我们真是瞎了我的狗眼了。县长，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那我就先走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政府有内鬼，不得不防。哥，你也要小心谨慎。他也有可能拿到枪，难道会是他？这把枪挺特别的，之前有人动过吗？报告唐副县长，这种97式狙击步枪是稀罕物，平时不让人动的。小泽先生被枪杀的当晚，有人来过武器库吗？从登记记录来看，确实没有人来过。哦，也就是说你只负责登记，如果有人偷偷摸摸的过来没有登记的话，就当他们没有来过，是吗？属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唐副县长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不要解释。都给我精神了啊。对，挺好。二炮，有何吩咐啊？我问你一个事，可要如实回答我。啊。小泽被枪杀的那一晚，唐副县长有没有离开过县政府大院？停！哟，唐副县长，快请，放行。离开过。哎，这就问完了？哎呀，出牌呀你！两个二，要得上吗？运气不好。哎，别啰嗦，赶紧的，快给贴你了。玩的挺热闹啊。唐副县长。唐副县长。收拾。唐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抽支烟吧。我不抽烟。啊，我没别的什么事儿，
就过来看看你们侦缉队的工作环境。啊，不必拘谨，环境不错嘛，干净整洁。那都是唐副县长的教导有方，我们每天都是轮班打扫。县长，我这给你倒点水喝。哎，县长，喝水。二胖，两位少佐出城抓特务的那天晚上，你们侦缉队有几个人留在城里？六七个吧。六个还是七个？七个，忘上我哥哥了。你把这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我要上报，写完了以后交到我的办公室去。是，县长慢走。慢着，县长，二胖，打牌来了。这知道了，这不跟领导唠嗑呢吗？大家都散开一点，仔细找，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都听见县长话了吧？散开，散开。这不是？怎么，你认识啊？不，没见过，看错了。这打火机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把它收好了。好的。十点一刻，唐副山长去了侦缉队的武之库，发现那里钢管疏松，可能有人正式而入，盗用九正式狙击步枪。十一点，他又去了队员的寝室，记录了当天晚上每支长队员的名单。名单上一共有七个人，一直留守在城内，可能有盗用战机的嫌疑。这七个人的确要查。唐副县长现在在哪？他带着这个人是张外山上市发地的，说是要再次看着自个是否留下一宗。给我备车，我们马上过去。嗨。树皮给我取下来，这可是重要证据啊，是吧，唐副县长？没错，非常重要。是孔明重生啊，第一次带队调查就有突破性的发展。钱队长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哎，不敢不敢，这么重要的证据由你来保管，回去跟下川少佐邀功去。真的？那我就确实不功了。收队回县政府。哎，
们，以前小时候在我们唐府，我每一次不管捅多大的娄子，你总是会在爷爷面前替我顶着。哎呀，这些事情一晃就好像在眼前一样。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你要出点事儿，我都会帮你。这个钱一飞开车开这么慢，小曼，超过他。是你手里的这份证据，没事就好。什么证据？哎，少佐，少佐，我们的现场发现了刺客的血手印。回去验指纹。是。好好开车。先走。すぐに処理してくれる。県政府と偵察隊の者たちの指紋の書類がある。ただ大きくした指紋が手に入れば見比べられスパイを捕まえられる。多くても20分です。天琪啊，不好意思，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先出去了。哎，二炮！哎，二炮，过来！来来来，你们先玩。你咋来了呢？找我有事啊？我问你啊，你打火机呢？哎，白天还用了呢，怎么没了呢？白天还用？我们出去搜索，在山上发现了你的打火机。这怎么上山了呢？这自己上去的？这个我怎么知道？我才知道，下川少佐怀疑有内鬼，所以唐府县长来搜宿舍。啊！你们这帮在城里待着，全部要搜一遍。你说你这时候把打火机丢在山上干什么？还是事发地点？不是，这他们现在怀疑你了。你这个倒霉催的！这不是，那怎么办啊？怎么办？这样啊，你呀，去跟老大好好说说，跟老大好好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别因为这个产生误会。哎呀，你都快去！说清楚了，知道了。哎，还打不打了？哎，等会儿，我来顶他啊。少佐，我去上个厕所。Thank you.
少佐，不好意思，我属下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下，晚上回来。什么事这么着急？李副正忙着呢。队长，听说我打火机跑山上去了。那打火机是你的呀？这听大炮说的吗？不是，队长，我对你跟鬼子、火皇军那可都是忠心耿耿啊，可不能怀疑我呀。行了，那个打火机现在不重要了，我已经找到刺客留下的血指纹了，正在检验呢。一会儿检验结果出来，只要指纹不是你小子的，你就没事儿。指纹好。你这样，30分钟之后，你去下川少佐办公室门口等着，等检验结果出来之后，我跟少佐解释一下，你就没事了啊。早くしてくれ。外で待ってる。了解です。队长，你可得多帮帮我呀。行了，放心吧，有我在呢。啊，小心点儿，去吧。少佐，结果出来了。哦，没事，您别着急。刚才皇军不是说了吗？一会儿就出来。
严队长，严队长，严队长，好像有点闹肚子，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稍作找你。夏川少佐、これが採取した指紋です。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お持ちいただき見比べてください。よし。主任に伝えてくれ。私と県政府に戻り指紋を比べるんだ。はい。从现在开始，封锁所有消息。はい。县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侦缉队所有人员的档案资料都到齐了。好，可以开始了。是什么好东西啊？嗯，わかった。よく似ています。就是他，指纹完全一致。谁？二炮。啊，不行，不行，今天中午我们在事发地点捡到的那个打火机最终被确认也是二炮的，这么说的确是这小子盗取了侦缉队武器库的九七式狙击步枪，对小泽先生进行了刺杀，他才是真正的特务。这个王八蛋，还愣着干嘛？抓捕二炮。是。夏柱啊，夏柱，满血离手，哪儿啊？大炮，看，大炮。队长，玩成什么玩？二炮呢？二炮呢？铁队长，铁队长，二炮不是找您去了吗？找什么找啊？我跟二炮没关系。我告诉你们，看见二炮立刻抓捕。铁队长，二炮怎么了？二炮就是军统的内鬼。
全体集合，全体搜捕。真没想到这个内鬼竟然是二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内鬼的脸上不会写字的，所以看人不能看表面。是啊，这个谜底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现在只要抓到二炮，很多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或许二炮这小子早已出城了，就咱们还蒙在鼓里。怎么，你不希望二炮被抓到？你这是什么话呀？二炮现在可是一个重大嫌疑人，我当然希望能够尽快抓到他。一旦二炮被抓到，钱一飞肯定会为他开脱，下川少佐可能要重新比对指纹。